好，刚才那首有嗨吗？还不够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慢慢来，好，慢慢来，我怕大家很快就虚脱，因为我也会虚脱啊。我没有喝水就一直狂流汗了、啊，我带一瓶水在上面，真的，花莲天气太好了哈、哦，天气很好哈、哦，大家应该都很热。好，我们刚才介绍了小喇叭之后呢，我来介绍一个跟铜管比较不一样的乐器，在我们的右后方，我的右后方就是你们左前方这个，有看到吗？一个很瘦很瘦吃不胖的人，有看到哈、哦？哎，他今天风大一点，我刚才用绑的把他绑过来，我怕他飞走。哎，他是我们本团的键盘手，然后呢，但是他也是作曲家，我们很多曲子都他编写，因为这样的团队在现在就是在全世界是没有这样的团队，所以谱都是要自己编写。那我们让他来展现一下钢琴的技法好了，来，你想讲话是不是？没有要开放给你讲哦，啊，我主持人，哎。个东西嘛，随便弹个东西。你喜欢弹什么的？谢谢。在这个场合，你弹这个干什么呢？有必要吗？你有发现大家吃冰原本很愉快，你音下去他都脸型都变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学猫叫？有没有听过？想不想听？想吗？我们出题考他好不好？我看到小女生应该喜欢学猫叫，来学猫叫。节目的长度好不好、那如果只是这样就太无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一个悲伤的学猫叫啊、来，今天你一样来你家大家刚有欢喜欢喜无？啊，有好听无？啊，你看起来拢无要欢，我看你无欢喜呢吼。今日有欢喜无？好，谢谢。可是他们现在是下午茶时间，来点下午茶会放的音乐。时间可以吗？今天镜头够多了吧？哈、哦，好，这样你知道作曲家的脑袋都装什么了？哈、哦，装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，不重要，可是很厉害，有吗？哦，随便跟他点什么，他就可以来什么，哎、欸，这也是我们家没有 CD 音响，没有 player 这种东西，就是靠他而已。他平常就住在我家客厅一楼，哎、欸，然后我想听音乐就按 play， 他就会播放了，哎、欸，很棒哈、哦！想要带一台回去吗？每一台音乐会后，我会开放标竞标哈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底价是350哈。好，接下来带下一首呢，刚才是小朋友的曲子嘛，带下一首来个哥哥姐姐们爱听的哦，不要讲爸爸妈妈或叔叔阿姨，哥哥姐姐们爱听的《夜来香》，有听过吗？没有哇？有吧？没有。五号，二来《夜来香》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